中华南洋宫往本港进香已经在十二号起驾。今仔日庙方依照惯例举行祭天大仪式，向上天禀报，希望活动期间会当风调雨顺，顺利完成八天七夜进香行程。一透早，工作人员就无闲着准备祭天大布置，因为伫即礼拜日，中华南洋宫往本港进香就要起行。中华南瑶宫定有年往本港进香，一定在十二号起驾。今工作人员依照惯例举办祭天大仪式，用上天来禀报。传统呢，伫每一届啊，咱要进行本港进香的这个前三天啊，咱一定呢来进行着这个祭天台。那么这个祭天台呢啊，最主要就是呢啊，请到咱的这个啊，轮值的妈祖会。来向这个上苍来禀报，而且呢，来甲天公讲吼，讲咱就是要进行这个重大的这个宗教圣事，希望呢，咱用上帝甲众神圣，咱妈祖婆会当保庇呢，咱一路拢会当平安顺利来完成了这个回乡这个礼数，而且呢，咱南庙宫的这个本港进香，因讲是台湾第一进香团。嘛是呢，咱台湾的这个进入团的开机完作，所以呢，咱连这个祭天台礼数，那么呢保留了完整的礼数。除了祭天台以外，咱个一个徛旗的仪式，那么徛旗的仪式，就是呢，咱的南庙宫大宫的这个旗啊，沿宫的专宫吼，这个上悬的这个头旗啊，差不多有四楼悬吼，过来咱的这个老二妈会、兴二妈会、老五妈会，咱三个妈祖会的头旗。那么，伫当地这个时间来做一个徛旗。那么徛旗以外，咱阁爱来这个拜咱五爷平将呢，来到护持啊，予咱呢会当呢一路平安顺利吼。八天七夜过香路，专程用行的，要完成这段行程，信徒需要相当的毅力才能完成。中华南瑶宫嘛邀请乡亲因做伙来参加，体验先人对宗教文化的热情。新中华新闻北边岭中华采访报道。